准备好要投了，让我们先投个档。刚刚买了几个大补跟五个大概五个大补，然后一个防弹衣啊，然后两个，这两个是捡到的，也是无罪拿到的。不对啊，按错了，我要那个睡觉了，或者一起去勒索。开战了，开战了，希望能够逃亡成功啊！最好是前面他们不要刷，前面最好是不要刷，刷的频率越少越好。等一下，乖乖。能减少战斗就减少。他们刷出来，他们可能现在是卡在那个墙，但是后面会刷其他的，后面会越来越多，所以还是会刷到你。反正我们的补给品是确定代购。已经做好了决战的准备。
这次的运气稍好，38分呢还没有出现。刚才大概还有40几分的时候，就已经刷其他的主管。其实开车绕也是可以，但是那个要绕来绕去要很累，然后尤其是到了后面，你只要一个失误就有可能会再也上不了车，因为它后面火箭筒会炸，后期的火箭筒超多，会去朝你狂轰，甚至你可能都起不了。我们先维持这个姿势等他们刷出来，我觉得这个姿势剩下30几分了，开始有手枪了，然后到火箭筒可能也快出现了。有平民被射到，笑死。
现在我们的实力已经是最大值，然后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的角度跟肺活量其实没什么太大的帮助，所以说接下来剩下来就是看你的补品跟武器成分，其实这个还是有武器的，我一直开车嘛，又或者说你的车被火爆之后，你上车的时候再见火箭筒的话，这东西有点运气成分在。还有这边在这个地，像我这样的时候，旁边会不会杀出敌人？在更早的时候，这边也是有点运气。跟那个警察刷出来的位置有差，他如果刷在下面，当然是刷在上面，我们现在也不怕，因为我的补品带住，通通都是大。然后还有一个防弹，万一防弹衣没了，反正我们钱多的是，钱很多，那有两百多嘛。然后还再加上那个十七个完成任务可以兑换的，所以现在大概有500多万。还有十七分啊，加油吧！第三阶段的配套也不会刷出来，刷出来就是跟他硬刚。策略完全不用担心了，欸，对了，这把好像没听到火箭筒的那个声音，不知道是多久多久火箭筒在乱炸，上一把这样看来，在这边挂起来是开车起身，因为你开车还要直绕来绕去，然后会觉得很烦。因为你不能开直线啊，开直线会开到，然后到后面有火箭出现的时候，你要回头或者是怎么样的时候会可能会被挡到，所以必须要带一点不能一直绕的这个回旋，然后会比较可以降低对方的姿势。但是那个。但前面可以先被警察追，那个你也要去动来动去，因为他是直接在你路前就可以抓起的。现在有13分，3个小时啊，那现实是13分，游戏里3个小时。快达到我刚才的最佳记录，刚才最佳记录大概是40分，然后撞到几台警车，然后就刚好被R5打到，然后后面就一直被闯红灯，大概3秒，超过了，就一个后面就是一个小时就会起来了。你如果是开车的话，要很专注，你后面基本上。一个小时最好是都不要出现，这就是这个模式的难度。最难的最烦的就是那个火箭，而且最不合理的是火箭筒会打到路人，然后警察会不开枪，这些警察会怎么样？为什么到底怎么会修卡吗？还有10分钟。祝我好运吧！
剩下最后的五分钟，希望你们继续这样下去，最好是不要发出紧张的声音场面，就这样让我们来度过。加油吧！这应该是第二难的传说了吧？最难的应该是摇杆了，不管是摇杆还是剑，都很困难。那好像达到我在网络上说到170级，结果呢又按到快100，再按到170，那其他的还有很多是不知道怎么解锁，我感觉会解锁。当然是什么小游戏玩一场啊，然后有种商店不可能一次吧，然后什么汽车各每一种都买一辆，然后还有一些偷货中间的车子，然后主线上来然后你告诉我我的货，然后帮派友好，帮派友好的我一开始先帮派友好，然后所有的区域变红，自然变最差的，是我最好的区域。我有四个选择库，完成那个地图上的红点那个一个区域，还是我说到红点，我最难。没有线，这个要瞎找，靠运气。虽然的话是有，但是虽然的话，你后来打脚步的提升的话，然后战斗没有补血或者是打完之后来去对脚步补血，虽然还是。最后一分钟了，红点过了，终于过了，感谢大家。所以讲那个最轻松的方法就是，这个可能有点奇怪，耶，终于过了。哎，这是什么？3312突然消失了，活着还是死了？没有人知道。哈哈，进入到一个结局了，这算是结局吗？没有，网络上好像没有那个啊，我们是一些制作开发团队的那个清单，达成这个成就了，战斗的那个风格。斯大鲁士风格嘛 ，style， 本来是只有这三个的，然后现在多了这个库马 style， 所以就多了一个可以战斗风格可以使用。好，那我们就先这样喽，拜拜。